啥子啊？来这里请我吃什么啊？吃饭呀，那里卖爷爷，你想吃啃爷爷，爷爷吗？这里太贵了。小地方，走去吃饭去了。这里是武当山服务区哈、啊。还有树叶，这个服务站多好。哎，先去吃饭吧。我看树叶多少钱？你要吃奶茶吗？贵2-3块钱吧。啊。点一杯，点一杯，点两杯吧。点一杯是点两杯，点两杯吧。杯是吧？两杯大杯。对，对。中杯的，中杯的就可以了。大杯的。大杯的。大杯的，好的。好。大杯的，大杯的。在服务区的这个菜的价格都不便宜的。这边的素菜就是6到10块，15块。你要吃什么菜？我觉得这里的很好哎。环境也很好。但是价格不便宜哦。价格便宜，没办法。本来想吃梅菜扣肉的，感觉好肥呀、啊。你吃鸭血吗？哎呀，你吃得下吗？怎么吃不下呢？好吧，好吧。节省钱，这个食就够了嘛。大家两个饭，那个奶茶呢？你去拿两个饭。39。来吧，正正，吃饭。这服务站10块25，然后加两个饭，也还不错哦。米饭是免费可以打的。免费的吗？没有，吃完之后不够还可以去加饭，都是免费的。嗯，2块钱一份是吧？嗯，这个味道还错啊。还可以。来。我们还要开700公里，明天上午可以到。就是长途驾驶，最好是4个小时，休息8个小时。那多休息啊！对，在这个武当山服务区啊，吃完饭休息了1个小时，现在继续赶路。这奶茶喝不完，真的，买太大了，要是买瓶小的就可以了。哇，好热啊，真的。这边气温也很高啊，500多度。感觉比我们那还热这几天。确实。我们那边这几天。他们这边是早跟晚比较冷一点嘛。又开了4个小时啊，这里到了陕西的蓝田服务区，我们要下来运动一下啊，不然怕。疲劳驾驶，休息20分钟。嗯，对，运动一下，刚好有器械这里。是的，其实现在对我们来说，1600-700公里啊，2000公里都感觉好近啊。我们也打算在服务区要住2个晚上哎。对啊。昨天晚上住了一个晚上，今天再住一晚。真真，你在干啥？按摩啊。来，你那样子按摩的。哎呀，感觉像老人家样的。像老开了一天了，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0:50了。来看一下，现在10:50，22:50，第二个晚上睡到车里了。连续2天在高速还没有下去哈、啊，要明天早上才下高速。我们开了一天，从早上8点全程开到晚上10点，14个多小时啊。中途休息了大概休息了1个小时左右。明天我下车。好了，我们就早点休息了。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，下期视频我们就在甘肃天水了。好了，我关灯了，拜拜，关灯。